儿子，小月呢？嗯，你说一下啊，这个张阿姨。阿姨好。哎，真乖，大宝。那个，我跟阿姨总屋谈点事儿啊，你好好写，听见了没？知道了。不许偷看啊！阿姨作业，欢迎阿姨上来。哎呀，这大宝咋那么乖呀？啊，阿姨给个见面礼啊，记住了啊，阿姨来的事儿别跟你妈说啊。嗯，哎，真乖。儿子。啊。看了吗？只要听话，200块钱到手了吧？傻呀，这阿姨真口气，上回我妈带的王叔叔给我500呢。啊！你哪里不舒服？我没觉着哪儿不舒服啊。那你来这儿做什么呀？我总觉着自个儿得了失忆症和健忘症似的。那具体你这儿咋个症状啊？我现在一看到长得蹲的女的，我都忘了自个儿结了婚了。你给我滚！这病我还没治好呢。你们两个对象对看，我负责搭个桥。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来，等会这边坐会儿。这俩有意思，王八看绿豆。对眼儿了。我同意了，咱俩这才叫般配的，这都叫王八瞅绿豆，对眼儿了。我不同意。咋了？因为你是豆眼儿。你不也是吗？我倒是不同意。到咱俩这样的，我估计说正常人也看不上咱俩。到咱俩这对眼都这么着对付着过吧。我不同意。那你也是豆芽，我也是豆芽，还不生一窝小豆芽，多影响下一代呀！我不同意。是吗？嗯，老打扮那看看去。好，来来，这个，就这，使，老婆，这是使劲看呢、啊。老公，这是人家想天天看着他。这是，这不好办吗？这，来来来，哎，服务员，麻烦你把这拿过来。那、哦、不就是天天看吗？嗯这回好了，老婆啊，高清的1800P 的啊，照得非常清楚。这回回去你可以天天看着啊。有病吧你？哎，这败家娘们哎呀，这咋还掉了？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。大哥，闹链子了，我给拿一把。谢谢大哥。中了，弄好了。谢谢大哥。不用谢，大哥谢啥呀？啊，大哥，有事啊？你说你帮了我这么大忙，我咋感谢你？不用谢，谢啥呀？大哥，
这样吧，我以身相许。你快拉倒吧，人家长得俊的那个叫以身相许，都你这样的恩将仇报呢吧你。大哥，大哥，等会儿我，我要以身相许。在哪儿呢？岁数大了，跌了，起不来了。我把你老扶下来吧。你？你是干啥工作的？一个月挣多少呀？我是干木匠的，一个月挣3000。一个月3000？你快走吧，你赔不起啊！我也不勒你了，我，快走吧，走吧。嗨。大爷，我是瓦工，一个月挣4000，我可以扶你呗？你？你比那木匠还辛苦呢。快快快走吧，别耽误事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大爷，大爷，我是干婚庆的，一个月挣5000的。你干啥的？干婚庆的。挣多少？5000呢。5000啊？你快拉倒吧，你别吹了，那要是在2年前还差不多。挣5000，得了，我把这地方腾给你点儿，咱俩一块儿躺着中呗。那中大爷，确实现在干活就跟要饭得差不多呀。你比要饭强吧哪儿去？那中大爷，咱俩一块儿来。啊，哎呀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现在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。咱都哪当官的，那都哪当官的呗。嗯，老百姓哪谁去？是，这天都该黑了，这当官的都早过去了。当官的开小车都过去了，根本都不理咱们呢。那咱们也起来吧，走。哎，这是，走大爷，走走走走，明儿再说，明儿再说。在这儿呗，跟小宝贝儿玩儿呢。哥，瞅瞅这鱼咋买哪儿呀？赔吧。好啊，赔新鲜呢。等等吧，这样，你上网把它炖了，完弄那个红烧鱼，我看你弄的挺好。来来来，拿着。那你干啥去？刚上映个电影，我瞅瞅去。啊。老公，我也想去。你都甭去了，这电影票挺贵的。这样，等我回来呀，我把这电影情节跟你好好说说得中了。是啊，多好啊，一凉的啊，走快做饭吧，做饭吧啊，我走了啊。媳妇儿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电影忒好看的。什么的？那可不得，我跟你说了那个电影情节。我咋没听说鱼味儿？你这鱼做咋样了？我跟你说，老公啊，那鱼忒好吃啊，是吧？我都吃了。这样的，你先讲讲你的电影情节，完了我再给你讲讲那鱼的味道。哎呀！想看我更多精彩视频吗？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等你哦。你们两个对象对看。我只负责给你们两个搭个桥。你们两个对象对看，我只负责搭个桥。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你咋这都说？走下。开始。别乐乐。主持人咋回事？摸你了啊？越摸越乐。别乐了，别乐了。来，开始。你们两个。对象对看，我你们两个对象对看，我爸说，你们两个对象对看，我负责搭个桥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没说错。你哪儿的呀？那可不
不对？我跟你说说这是电影情节吧。不是，不是。